铁秋名山车神争霸赛，小灰灰我带你偷鸡啊。切，我才不信，我也会偷鸡，哈哈哈，就你这技术还偷鸡呢，还好我没相信你。行行行，接下来让你看看谁是秋名山扛把子。七块妹不知道墙角有个偷鸡点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武德了。我要偷鸡先把鸡吃了，让他们鸡毛都找不到，转弯时不小心把我的背包弄丢了，导致这两个不能点了。你们快帮我试试好了吗？修好了一定要告诉我。进入天梯直接加速跑，直接超过一群小崽子。小灰灰气得挠烂墙头，也想不到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哟，前面什么时候还有两个人啊？我跑得屁股都起火了，也追不上他们。现在需要你们的一句加油来鼓励我。哎妈呀，这两个小子有点东西呀、啊！看来我的扛把子的宝位不保了。前面的偷鸡点正是要超越他们的机会。第一名。